口。哎呦我的妈！有。老婆天天欺负我，看我今天怎么整她。今天给她做个蜂窝煤蛋糕，让她尝尝啥味。首先，我们先准备一个新鲜的蜂窝煤，然后整点82年的奶油，再加点家里快烂掉的水果，点缀一下。狗成，给鱼宝宝一个惊喜。阿鱼，阿鱼啊，阿鱼，快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嘿嘿，噔，这哪里了？给你买了嘛。你不过节，我也没过生日，给我买蛋糕干嘛呀？怎么不过节不过生日就不能买蛋糕了吗？给你增加点情调嘛，快点，快点。哎呀，你不就最喜欢吃蛋糕了吗？是的呀。快点快点，我桌子都给你搬了，快放点，放点，快点。哎，快点快点，这蛋糕能那么小了？你不要管它小，这全是新款蛋糕，我挑了一个最好的。有对对对对对，你看现在的人多聪明啊！我开车来，车来看看，快快快！以前谈恋爱时候，你天天买给我吃，这也很长时间也不买了。哎呀，你不要管，这不现在不忙吗？对不对？我这以后天天给你买，真的，隔三差五给你买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快拆开看看，快快快！噔，哎呀，那重的奶油味啊！哎呀，好吧，怎么样？这是什么蛋糕？这是最新款的蛋糕，你看着像什么？你看像什么啊？煤球蛋糕。你说对了，李大鱼，这就是最新款的煤球蛋糕，价格特别高，特别有营养。太贵了。那肯定的了，我的零花钱都花了。你有没有零花钱给点给点吧。你看我对你这么好，是不是？你看你，哎，行吧。对吧，都给你吧，啊，反正要不了那么多，反正我给你零花钱，你都不乱花，你动不动给我惊喜。也是，李大鱼，你给我这所有的东西，都给你买惊喜，给你制造惊喜，行吗？是的呢，来，那都给你，不够再问我要，行不行？你真好哩，你怎么什么都能想得到了？那肯定了呗，你是我。性感大宝贝嘛，你吃尝试试，尝尝，尝尝，你尝吧，尝吧。我有点不好意思。你不要不好意思，你有什么不好意思？尝吧。这边，哎，怎么给叉子的？你不要管，我就买给你一个人吃的，你直接端起来，直接拎，直接吃，直接吃。那回来我吃完，你怎么办啊？我能吃你剩下的就行了，吃你剩下的就行了。要不你先吃一会儿。我不，你吃吧，你吃吧。不好意思。哎，所有的好都给你。那我吃够。吃吧，直接吃，大口。哎呦我的妈！怎么样？咬。这什么呀？不，煤球蛋糕吗？谁也别吧你娘！煤球蛋糕吗？这真煤球吧？对了，你谁也别！吃呀，好吃，李大鱼。我不回来了哎呀。